用拐杖之前，将拐杖调整到适合您的高度。拐杖的高度应当低于腋窝两英寸，这样腋窝便不会承受压力。两手自然下垂站立时，把手应当位于手腕的弯曲处。起步时，先将拐杖移到前面，然后迈出手术腿，顺着手臂向下着力，强壮腿或非手术腿再跟随。所以是拐杖、手术腿，然后强壮腿。